阿妈，你好。呀，那我们照顾就是说比较弱势一点，那么这个经济呢就没有那么好，所以我们有颁发这个奖学金给他们。我讲阿伯，阮有一地两分五啊，阿伯看嘛，伊来看伊就，伊一日看就 OK 啊。伊讲这边很好，空气很好，又很宽广。 在乡村半岛的乡村镇古名是南鸟，伊是由原住民排湾族的话南花的音。乡村属于热带性气候，一年四季冬种温暖。每年九月到过冬年的三月份，洛山峰真正强，更加是乡村的特色。在这个有300人口的小镇，每年的夏天却是要迎接几百万的观光客。 即嘛吼，即个顺鹏的小镇在台湾真正有名。伊讲迄个10月27以后，还袂确定，10月27以后才会确定啦，还袂讲啦，要去内部的决定，指挥官伊讲要决定安尼啦。煞袂记，好，一包尔。 一包两，一包两。好，你看，胡生。还有你啊，那个礼拜六要去新雅奖学金的颁发，你要不要去？礼拜六。礼拜天啊。啊，礼28、29，礼拜天可以了哈。本来说不行嘛哈。 啊，是怎样工作告一段落，还是？礼拜五人休。礼拜日。无人写账啊。无人写账啊。无人啊哈。今嘛无账啊，人写啦。好好好好，安尼哈。好啦，啊，今嘛就是讲26号，啊，你要穿学校的服装，啊，你也是穿学校服装，啊，你就怕冷就带件外套，哦，啊，就早上6点半镇公所哈。 镇公所集合坐车，不用吃早餐，我们有准备早餐。王伯廉发号立迁，1953年出生，伊是乡村第一位做者志工，自1996年八分委员到现在，不管是风湿，也是环保，伊的脚步从来都无停过。王伯廉勇敢承担，这种做代志的性格，也予伊永远有做不完的代志。 今仔日，伊甲规位做者志工，特别来到2016年新雅奖得主引导，当面邀请囡仔甲家长会当参加颁奖典礼。你啊，你爱加运动一下，无你会迄个弟弟甲你入去。有啊，迄个学校，阮迄队伍咧操场啊。哦，安尼吼，好啦，啊，那爱较认真啊读册咧。 哦，啊，老师，妈妈话爱听，啊，妈妈啦，做田啊，转来，啊，未到厝，你就先煮饭，你敢是拢会？会啊。你餐饮科的嘛？对啊，以后的大都师，大都师师呢，嘿。老师。好名嘞，你呀。哦，阿妈你好。呀。 呀，唔爱讲话就好。哎，亚玲啊，哦，你较加较瘦呢。啊，都讲啊，讲我阿姐啊，哦，啊，佫头一个听拢阿伯，无啥爱食饭。无啥爱食饭，亚玲。亚玲啊。对啊。亚玲出来啊。等你一下。你去边遐？对，去到遐。 亚玲，好来亚玲，我看下咧。好啊，来美女。哦，不嫌弃，摕去下来未？摕下去伊内面藏，先摕伊。伊在遐收东，摕去下。来，先收。这间是伊娘，阮妈孙阿大啊。哦。啊，伊迄边建设间啊，我大个。大。那个。阿妈。 二到礼拜，即礼拜礼拜，明仔6点半，哦，6点半，吓，啊，免食饭不要紧，也袂付煮，哦，安尼6点半，上重要，滴碗，碗，吼。
哈，袂啊，爱扎，手巾啊。2006年，屏东地区新雅奖在东港联络处举行，新村镇得到奖励的学生个囡仔，一早就坐着游览车来，其中有几位虽然并不是第一遍得奖，也是真正欢喜。除了有学习进步鼓励奖，新雅奖也个特别设立一个校体奖来鼓励囡仔，让囡仔除了注重学业的成绩以外，更加知影孝亲友爱。因为我们的孩子大部分在山区里面，那所以说都要提早出门，早上5:30就出门。啊，不过我们都有事先在前一天就有事先联络，啊，请家长他们要把小朋友叫起床，啊，不然的话怕会延误时间。啊，今天的情形都非常好，因为小朋友好像很高兴哦，他们要来这颁这个奖哦，然后他们都很早就起床了。啊，不过在车上我都觉得他们都很累哦，大家都睡着了。那在沿路中哦，就是我们的时间大家都没有延误啊。所以说提到这边的时间，我们还提早了10分钟才就到了。好，我们先请处长啊，来感恩处长敬礼。好，那请处长先留步在舞台上哈。那接着呢，我们邀请受奖的同学跟在场的嘉宾以及我们的家长，请感恩礼敬礼。这个在一般学校是进步有啦，品学兼优有。可是如果说学习奖啊，或者是这个。校替一般学校是没有在颁发的，那这个新雅奖学金对我们这个照顾户呢真的帮助很大。第一个像如果新生的话，国中就一个第一开学的话，那个注册差不多10000多块，那我们照顾户就是说比较弱势一点，那么这个经济呢就没有那么好，所以我们有颁发这个奖学金给他们，在学业上呢，他就比较顺利，可以去就学。董建林同学、郑佩林、蔡佳平、张雅林，也是他们的八位同学哈，分别是来自车城国中艺术奖、学习努力奖，还有特殊表现奖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这个对学生是莫大的鼓励，尤其是他可能在实质上的帮助，那可能在心灵上的协助，所以这个奖项对学生来说应该是非常具有意义的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如我刚才在典礼上所说，这是一个种子的力量。一个种子也许发挥不了什么力量，但是如果很多的种子一直延续下去的话，它可以发挥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。由黄福生同学，请依序上台。那这次呢，我们来到同学团队，这次是我们校庆奖，也就是荣誉奖。好，我们来跟上海高中的同学，恭喜国中、女中、高中、初中。新村镇五经小学举办联合运动会，新村的主持人本来就跟学校互动真好，也善用这个机会做三顿的活动。
一早起，王柏林甲几位志工就开始设立单位。志工利用活泼的道具、甲有奖征答等等的游戏，将有生命教育内涵的国际观念、甲环境保护的环保生活教育传播出去。我这是十字口诀啦，瓶瓶罐罐指定1357啊。啊嘿吼，啊来放头前遮，好诶。你们那个旗子，你们那个拿旗子放外面，然后把这个挂在后面。好，请垦丁国小、垦丁国小、水泉国小低年级快点带到我们场上。今天是大坪国小联合恒春五个学校的运动会。那趁这个运动会人潮很多，小孩子也好，大人也好，老师也 OK。那我们是主要来宣导古捐，好，古捐宣导就好了，不需要抽血哦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要做环保，从小扎根，让小孩子知道说环保有哪些哦，需要回收的，不可以回收的。然后如果说小朋友答对了，那我们就送他一个小小的奖品，这样子鼓励他们。保护我们的选手，不是从我们的屁股这里，以前是这里，你看，现在只要周边血，周边血就可以来救他。这里一支针进去，经过这个分离机，把我们的骨髓干细胞分离出来，剩下的红血球、血小板再回到自己的身体。那骨髓捐赠的部分呢？哈，那有分享过一些实例，又刚好是我们，大坪的家长的孩子，啊，所以这个对他们讲是一种生命上一种震撼，哦，那，那可能限于个资法，我不方便讲，享受到底是什么。那这个孩子其实跟我们大坪是连结的，他本人啊，所以说，那在这些，耳熟能详的例子当中，而且跟他们有切身的经验，啊，那对他们的生命教育的一个。开启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。孩子呢，你要给我看的是对，答对了，对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老师。实在是，这种师傅无得找啊啦。102年八月的时候，我们恒春发生一个风灾，叫做天平台风，在我们恒春镇造成非常大的灾害，在三角里哈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屏东的师兄师姐就是防灾中心也有下来，啊，然后大家去看了以后，初步勘察，决定三天后哈要来做这个发放的工作。那这个勘灾呢，就是由我们当地哈，哦，我那个时候是小组长嘛，啊，就是希望能够去把灾民的户数啊，还有名字啊，把它列出来，准备三天后就要发放。结果我发现说，不止本来做好了以后，发现不止只有这两邻，还有第三邻、第四邻也是需要发放，这样子才能够真的有圆满这次的灾害。啊，结果顺延一天的消息，大概屏东的防灾中心哦，回去有跟上人报告。当我咧迄个坐车受灾后的时，忽然间我的手机也有弹起来，啊，我就听，哦，是精神师傅卡来。啊，精神师傅讲你等者莫惊哦，师傅要和你讲电话。哦，我说哦，啊，结果上人就跟我打电话了，伊讲。啊，这届诶，你是宝莲哈？我讲是，啊，伊讲啊，这届风台遐尼大，厝里有安怎未？我讲无啦。啊，你有惊到未？我讲有惊到啦。伊讲哦，安尼哦，啊，你是安那要甲受灾发放的代志，搁延一天？我甲上人报告，因为初步的勘查，敢那有两年尔。啊，搁有其他两年无勘查到，啊，所以无名册，啊，发放的时可能无够周全。上人讲，哦，是安尼哦，哦，啊，上人呢，就挂断电话啊。电话挂掉了后，我想讲，心肝介感动啦，因为
上恁遐尼无闲，啊，因为阮一个小乡镇的洪太，就亲身敲电话来，甲俺来慰问，搁问看有受灾未，实在是这种师傅无得找啊。目前恆春鎮大约有30个回收点，将近40位环保志工，一年的回收量大约是120公吨。这么多回收物，大部分拢集中在这个全台湾上界南部的组织环保站来处理。王柏林甲郭林队是恆春做组织两支大条啊。王柏林做代志，伊嘛当心，真注重工作的效率。郭林队一对相知主家真会响，常常做幕后支援，两个人是充分发挥了互相保护的作用。84年培训嘛，这样子我是想开始来做环保，所以就在我家隔壁约差不多8平到10平开始做环保啊，结果做了3年多，人家地主房子要回去，迁移了3次啦，啊，然后到最后，那个95年林队师姐跟他师兄同意借我们这块土地，啊，土地就开始把土填好了以后，把大爱组合屋盖起来，所以才有这么现在这个规模这样子，所以要感谢林队师姐他们捐赠这块土地。郭林队1996年接触组织，是恆春第3位委员。2006年，伊甲先生郭秋木管一块地设立环保站，自安尼之工，每工拢伫遮做资源分类。恆春环保站毋仅是做环境教育，也是社区人气真旺的一个所在。这块地当初是种牧草啦，啊，因为恆春就是一直无电嘛，啊，就是一滴啊，伫柏林市集因的旁边一小块，啊，迄回收量愈来愈侪，是毋是无量顿？啊，人遐拢有徛家，有时候人家也会反映会差啦，然后卫生无好，热霜风来直直飞，然后落雨，那是要做，就嘛先雨满。啊，热暗时热到要害，拢无一个遮风避雨的所在啦。啊，所以我就讲，啊无，想讲，嘛是需要讲，搁多较侪人出来吼，吼大家，知影认识慈济，吼啊，就需要爱有一个点，人来做，唔只有较好。较适当安尼啦，所以我就大出大，我就是讲，平东个师姐来咧看地，啊看到无盖好个适当个啦，啊伊就问讲，啊无搁地，我讲啊无，阮有一地2分5啊，啊无看嘛，伊来看伊一个看到 OK 啊，就讲这边很好，空气很好，又很宽广，就这样啊，也没有什么。都是目睭无看，用白啦。伊先生是目睭无看到，啊，伊本来伊是用安尼白，用咱咧脚上背安白吼，安尼切啦，切啦，用切啦。啊，迄个弯。有人讲年纪大的人念旧，真爱讲过去。
恆村幾位年紀較大的組織志工，因為體力較不夠，較少參加組織活動，但是因走過的卡列和生命智慧，卻是後輩上佳好的人生導師。哇靠！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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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啊，吃不消吧啊！您的师姐做的这个红豆米糕呢，弟弟呢，啊你，您的师姐做的，哦，啊等下他吃，让你吃不，绝对让你吃到饱。嗯，那是在供销的，哈哈哈，吃不饱，吃不饱嘛是咱的代志。吃不饱嘛上车，吃不饱嘛上车，吃不饱。人煮粿也无不晓得怎整。这边最可惜，这边。那我三个拢卡到我，我讲我较无在做啥。啊，年岁有啊，上年咱无一定讲来爱做出咱的工作啊。不要做不做啊。嘿，出咱的工作，卖做其他嘛是会当做啊。辛苦的，因娘。嘿啊。我顶日来，伊做几工，等下我就甲你再讲，叫伊爱承担的。郭林对一刀在亚波行村宽博站进行，真侪需要做相机熬关的工作，差不多拢是伫只完成诶。郭林对也真欢喜，就好厝边隔壁做伙成就神书，斗阵做好事。我姐来啦！跟你讲。哎，去，啊，甲停起啊，甲停起啊，拢相机的啦。遮就开始嘛，遐嘿，恁遮啦，开始无点就是恁遮啦。没有，直接都会，我们连锁厂开始。哎呀，拢伫遮，伫遮啦。规个都外口拢一顶洗菜、创啥货，啊，内底煮个相机，伊拢对到，大家拢，啊，这厝边拢知影，遮大家拢有做了啦，啊，伊在上班拢有看到啦。这两个人，我的厝边啦，啊，这拢做了。有啊。我这人家白手掌。哦，手实掌。转，得爱一人一人用哦，嘿。对啊。相机啦，相机对啊。我本人吼去大林慈济医院做过几啊届，我也袂记我几届那个医疗志工。然后较早真正有大林嘞，较早嘞，真正会足厉害，是真好。就用心啦。今天是礼拜天啦，啊，迄有诶拢可以。迄慈济白迄迄诶，寿司长伫义卖诶时阵，吼，几啊万粒呢？哎呦，真正厉害。干人洗迄，你看伊洗，我一直叫讲，遐侪慈济人吼，真正啊。不管是毋是皈依正言法师，不管是毋是做这人。恆村的人向善的心是无分宗教、无分族群的。恆村的人故意的心，无因为世间的功利而减少。恆村的人相信，只要是对众人有利益的代志，大家牵手斗阵做就对了。谢谢谢谢。你对上人行，我对你较好行。拢共款啊，上人行啊，你嘛是拢有迄，哎呀。对，后壁行。